你的不入户。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的毛绒玩具，来看看啦。大的国王是大肚子。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，阿蒙快跑！干什么呀？我吹这么好听？都说了你没有艺术细胞，这个只适合中老年人看。挥手令下，多标准呀！朋友们，不知道也收集好了。哎，那等一等下来。呼噜呼噜呼。哈哈。哎。好了，丫丫的啦。呼噜呼噜呼。哇。再不知道的啦。让朋友们看看，不知道收集梦的能量有多大。惊喜哟、哦。呼噜呼噜呼！呼噜呼噜呼！伟大的国王，原来不知道收集的梦的能量一点点。谁说的？不知道收集梦的能量可大了，是这个瓶口太小出不来。吹牛吧，不知道。不知道能量就是特别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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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大。哦，那不知道说说到底有多大？就这么。这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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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呀！丫丫，这个就是不知道梦的能量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不知道哪里跑来了一个大怪物。他要是会跑，我才不来找你们呢。哦，不知道哪里又跑来了一个小姑娘，太可怕了！不知道秒射。我不叫小姑娘，我叫峡谷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那快跟小精灵们说说小姑娘有什么困扰吧。是小阿谷。哎呀呀，那小阿谷快跟小精灵们说说小阿谷的困扰吧。哎呀呀，真棒。是这样的，他叫大肚子，从小和我一起玩一起睡，可现在我才发现他根本是没有生命的玩具，根本不是我的好朋友。他不会动，不会说，更别说跑了，他一点都不好玩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那是因为小阿古年纪小，不知道大肚子是玩具。现在小阿古长大了，终于意识到大肚子是玩具了，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呀。我不信，反正我就是让你们帮我把它变活，不然我就把它丢掉啊。伟大的国王，赋予生命的机器，等一等，真的做不到。哎呀呀，等一等都做不到，丫丫就更做不到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梦，梦的能量，只有梦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哎呀呀，这还不好办吗？伟大的国王，一点点就够了。一点点？那用不知道的好了。哎，朋友们不行，不知道能量有这么。哎呀呀，不知道还想惹来大麻烦吗？哎呀，好吧。随小精灵的变吧，开始吧。呼噜呼噜呼。哎呀呀，没反应了。哇，伟大的国王，快去找小阿古，快快。叫他一声，你看他理你吗？大肚子，快跟我回家。来，阿蒙握个手。
这下你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了吧？伟大的国王，等一等，明白了，原来是大肚子在苏醒的第一时间看到的是小喇叭，所以误以为小喇叭才是主人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那可怎么办？来，阿蒙跳个舞。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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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有了阿蒙，我的舞台梦就是指日可待了。我们就不过去，那好吧。哎呀呀！好啊，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，阿蒙快跑！不知道，秒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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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把大肚子搬走，好。快把大肚子搬走！大肚子只守着他的主人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小阿古就是主人啊！原来他那么喜欢小喇叭。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大肚子喜欢的是主人，但是主人就是小阿古，不是小喇叭啊！哎，不知道，再试试。快，不知道，秒睡。秒睡，秒睡，秒睡。根本没有用。哎呀呀，丫丫一点也不棒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那有办法了。等等，办法是什么？办法就是等。等？这叫什么办法呀？连不知道都知道。这梦的能量消失了。大肚子不能动了，小喇叭就不会让大肚子表演了，小喇叭自然就不要大肚子了。有道理。嗯，但是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愿意等，是我先犯错误，不要大肚子的，我愿意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对，哎，太可爱了，阿蒙开车。哎呀呀，不等了，只用这么一点点能量，需要等这么长时间吗？哎呀呀，不知道，说过了，不知道的能量大概有这么，不这么。有这么，糟糕！伟大的国王，不知道的能量比等一等的还要大出100倍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等能量消失的时候，是人类时间的100年。梦的能量只能在梦中消除。真好，爱干活还不吃东西。哎呀呀呀，保障，保障，秒睡。哎，开始吧。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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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肚子，看小羊羊，一只小羊羊，两只小羊羊，三只小羊羊，四只小羊羊。
一千零一只小羊，一千零二只小羊，一千零三只小羊呀，不唱了。我来试试吧。啊！大肚子，睡吧，睡吧，让小阿古来给你讲个睡前故事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她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有一个很大的肚子，软乎乎。很舒服。哎呀呀，大肚子睡着了。嘘，快到大肚子的梦里去，快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也会睡觉你了。睡吧，睡吧。嗯，还还我阿毛啊，别走。小精灵开了玩具店，梦想全帮你实现。神奇发明，绚丽魔法，新登场的小呼噜，还有各路高手来相助。废话没吧，喂喂喂吧，哎，我对了呀，是习惯。呼噜小精灵第三季，这一季更精彩。为什么要自缢生？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，大风车栏目播出。梦想会实现。哎呀哎呀，人类都不会说，不知道都会说。哎呀，嘴巴，哎呀呀会。哦，扁担长，扁担宽。哎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是不知道这样。板凳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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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板凳宽。救命！哎呀！你们在干嘛？谁？谁在喊救命？我呀！啊，救命啊！其实当时这个样子的，同学们呢都说我没有艺术细胞，你们得帮我想想办法，让我表演一个什么节目？我要一雪前耻。嗨，这个也叫救命啊？当然了，这比救命还严重。这个还不好办？嗯？哎。这是什么呀？艺术手套，只要戴上这双手套，无论你表演什么节目，手套都会帮你完成。没艺术细胞吧？你这唢呐得去那辽阔的黄土高原吹，在这儿就是噪音，吹得好听还叫噪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艺术，艺术里面可藏着许多奥妙。请。什么道理啊？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哎呀呀，也罢，不知道也罢。嗯，小精灵接下来干点什么呢？咱们再说一遍。哎呀呀，真没意思，您该再唱一遍。再唱一遍？嗯，可是不知道不会唱。这还不简单。Yo yo check it out， 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哇，不知道喜欢这个老师，你也不知道也喜欢吃煎饼。老师，开始吧。Yo yo check it out， 扁担长又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长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。我觉得为了不影响学校的环境，我们应该一二三。
说了你没有艺术细胞，这个只适合中老年人看，在这儿肯定不受欢迎。什么道理？我都戴了艺术手套了，你看我挥手这几下多标准呀、啊、艺术艺术里头可藏着许多奥妙。奥妙请。板凳没有扁担长。哎呀，不知道觉得太累了，不知道觉得没劲了，不知道想换一个老师。哎呀呀，同意。手套没用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没有人能否认等一等的发明。哼，那你说大家都不理我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是小喇叭自己的原因啊。不可能，绝对是。哼哼，呼噜呼噜呼。哎，你还先走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大不了我还不带了。需要点橙汁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你不喝我喝！哎哎，还我橙汁！哎，不！哎呀！哎呀！怎么了？好话呀！我出一万，我的，我出两万，我出两万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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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扁担长，板凳宽呀！哎呀，不知道觉得这个腔调太悲伤了，不知道想换一个老师。哎呀呀，觉得太悲伤了。哎呀呀，想找一个高兴一点的老师。我是我的姑娘，名叫麦拉，白手巾四边手，绣满了玫瑰花。怎么样，同学们，咱们可以开始了吗？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呀板凳宽。扁担长，扁担宽，板呀板担宽。哎呀，我忘了，我还有一场音乐会要去呢，你们能赶紧送我走吗？哎呀呀，小精灵没有指挥了。没有指挥好像就找不到调了。呼噜呼噜呼。呀呀，等一等做小精灵的指挥吧。等一等心情不好，等一等不想当指挥。等一等应该当指挥，要不然小精灵都找不到调了。哎呀来吧来吧，好好，哎呀来吧来吧。好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呀板凳宽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呀板凳宽。扁担长，板凳
人呐，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。请。哇！大家看，绝妙啊，绝妙！最妙的当属这落点，不偏不倚，不上不下。你看啊，如果左一分就太过死板，右一分则就没有涵养，上一分就缺少意境，而下一分就是太过刻意了。可见艺术家造诣之深，功力之厚啊。小伟真棒，小伟真棒。谢谢。哦，伟大的艺术家呀，您浑身简直都充满了艺术细胞。艺术细胞，艺术细胞，你快来我们崇拜你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呀？这扇门怎么那么调皮呀、啊？居然在这个时候跟我捣乱！咪咪怎么还不出来？成功了！我刚才发现，整个餐厅都倒过来了。哦，亲爱的小花，看来只能靠秀秀了。成功了！